自从认识哥哥后，弟弟自拍风格大变。以前的弟弟自拍是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，呆萌、帅气、可爱。帅不帅气先不说，起码是能看到整张脸，看到五官的。然后自从认识了某兔以后，画风就变了。首先，非常吝啬晒自拍照，一年也就两到三张。好不容易等到弟弟晒自拍，结果是这样的，看不到脸，连头发都看不到，是不是弟弟咱也不知道，有时候也能露个眼睛，这都属于额外福利。可爱的粉丝们是懂得知足的，虽然脸看不到，但是露了喉结呀。每次发自拍，好像都在跟我们玩一个游戏，叫做猜猜我是谁。而像这种级别的，对于粉丝，那都是最大尺度了。哈哈哈，现在家教太严了，啥都不给看了。